不拘泥的打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，我是怡。今天我们就要玩一个蛮大胆的挑战，但是怡现在是非常怕了啦。要么会。今天我们就要挑战自己染头发，你帮我染啊？对，就是我帮你染啦、啊。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大堆的材料啊。这样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帮人家染头发不了。然后姨真的是非常的大胆，就让我去做这个影片。他其实本来是要给人家染的，我就一直叫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可以的，我有看 YouTube 的嘛，所以应该是 OK 了。嗯嗯，姨要染的颜色就是紫色的啦。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大家认为我会染到成功吗？OK 啦，谁干我？相信你干嘛 ？OK 啊 ，OK，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啊。OK， 首先我们要帮姨漂白她的头发，之后再上颜色。OK， 相信有什么我们是 OK 的。最多不是剪短那个头发啊，妹妹姐，觉得我好像上了那个贼的床。讲你的，哎呀 ，OK， 再来我们要加这支东西，现在就来搅拌这个漂白了。哇，呛哎，哎，铺纸袋 ，OK 的啦，我看 YouTube 的，等你嘞，等你 ，OK。大家擦完了啊，现在我们就包着姨的头。哦，很难呢。先。OK， 现在再等半个小时，我们就拿去冲水。我已经很尽快的擦了啊，应该是 OK 的啦。现在颜色已经出来了啊，有一点，但是还是不够啊，我们要再等久一点才开始上色啊。不拘泥的打扰，一切都是在掌握之中。哇，这么黑啊，这边这里就飘到多一点，这里就没有。我已经掌握到，我不可能是这么完美的变到出来的嘛。所以我们打算是这样的，再直接软了先，再看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。可能是很美嘞，是你不知道的嘛。我们做人一定要试一试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查的时候有问题，就是查到不好这样啦。想查的人。不要骂我 ，OK 了 ，OK 了，因为是紫色的关系，我觉得是 OK 了。等多下，我们再染了 ，OK。就上次哎，就染到这个脸颜，他很满意。现在姨的妹妹就帮我们补救一下，很满意，啊、很满意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漂多一次先，然后才上姨要的颜色。我满拍，敬业，他他也是敬。我们真的要了哦。OK， 现在已经是补完一次了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整个叶子啊，妈，应该已经是差不多了，都是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，very nice， 好、啊，那我们刚赢了，OK 啊，弟妈，一切都系掌握之中啊。点啊？哎呀，嗯 ，OK。几次啊？呢个最尾呢个步骤由我完成。对啊，再来半个小时就搞定了。现在已经是染好了，但是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啊。一些就看到特别蓝，因为我的手工的关系。OK， 不错不错。啊，咁我睇又种晒嘅，其实你要响阳光底下咯。OK 啦，哦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你的功劳，绝对不是，绝对。OK 啦 ，OK 啦，不是 OK 啦 ，OK 啦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哈哈，今次的染发就到这里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给个赞啊，要分享去你的朋友看看啦。OK， 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啊，是不是？拜拜，也去 FB、IG 看看啦。